Hello， 南星大哥 ，Good morning， 南星大哥 ，Morning，Good morning。我在旧以前旧的 MediaCorp 那个啊 ，Catacorp 那边，也看过南星大哥走过我一次。哇，是的，我都呆了，我都没，我都一直看着你的背影这样子离去，我都没有讲话，很想递那个扑克牌给你。你看。早上9:11的这个时候啊，刚刚起床就可以是这个样子，真的是 I wake up， 我跟你说，这就是明星。Yeah， I wake up like that， 他睡醒了就是这样子嘞。各位朋友，我不是夸张，你可能会觉得重庆你好夸张。你们现在马上到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3500多人在见证。嗯，李南星就是李南星、哦。李南星、就是。OK， 观众朋友，你们自己选，要么看南星大哥，要么看我，你们这些。我就没有这样养眼了，我跟你讲啊。OK， 有人在问哦，南星哥，李南星他是不是有化妆？我要跟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说，这个是连我不太，其实我跟南星大哥没有很熟，但是我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南星大哥拍戏的时候从来不上粉，真的吗？对呀、啊，他的皮肤就是好到这样。有没有上粉？我现在示范给你们看，你看。哇，没有油腻腻嘞，没有。所以你看他的皮肤真的是好到这样。讲吃什么，南星？你吃什么？为什么南星大哥他好像很嚣张这样？我又越来越爱他，因为他有资格，他有资本，他有我天生丽质，他有自信，有自信。南星大哥一醒来，他皮肤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头发他是有 set 过的哈。OK， 那以为他习惯他的头发就这样啊？对，他是有 set 过的。他可以睡醒的头发还长一样这个样子啊，很厉害的呀。进那个人形鉴定师之后呢，男星又有新的作品，哎呀，这次呢是大标剧哎。哦哟，方言呢？因为第一次以方言剧、方言那种方式读剧本啊这方面的，那么还好，就是接了剧本之后呢，我说哎，里头有谁跟我一起演？哎，都是大家的就是老同事。那么尤其是树森大哥，那么树森大哥有树森大哥在，那么我讲方言的时候，尤其是讲潮州话，那我会比较轻松。丽珍姐之前演我的妈妈嘛，所以她是南星大哥的初恋情人嘛，对，哇，可能我就是他们的私生子。好像丽珍姐她是潮州人，但是她就是不会讲潮州话。对呀，他就不讲潮州话。我们还很认真的听耶。但是我很佩服他啊，他广东话讲的一级棒。喝了这么多年，因为上喝了喝了很多口水。对呀。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么说的这么猥亵？把那个光头搬出来讲。对呀，形容的这么猥亵。没有，因为我跟姐夫，我叫他姐夫哎、欸，我们关系很好。OK， 对，是有时候被他的第一个电影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对，他的那个安迪卢西的电影是我的光头帮他拍的。朋友就特别要求，希望可以听到南星大哥啊用潮语和大家问候、问候，不是拜腻啦，你腻鬼了，你还有敢在拜腻吗？咋的，我是叫怪腻你，向大家问候一下。来啊，南青兄，南青啊，阿青，你是高江庆基的听众，你好啊，高江庆基，我改名叫做李南青，天顶个青，我说我能叫你青兄，青兄，青就青卖名青青就好。其他拢买啊，摊位也在面前车，不要紧。对你在那个这部剧里面的角色扮演什么样的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她就是一个很讲小很苦命的女人，你知道讲小是什么？这样子就很这样子开场好哈、哦，吝啬。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个字眼，跟你很不一样了。对对对，可是她又很，她又很讲义气。因为他周围的朋友都是跟他一样、嗯、就是我们都是那些小人物，就在巴萨卖东西啊、嗯、或者是因为他有很多工作的，他的姓名叫廖美珍，当然在福建他们就很喜欢叫他，他的英文名字叫卢西廖，那很多时候他们叫他利西廖，利西廖快的时候叫利西廖，哎呦呀，还刚来西啊，对对对对吧，所以他只是一个开场的介绍这个人物，之后他也很少这样叫我了，因为戏里还有舒腾大哥跟慧芳姐，他们都是我的近邻，就我们住隔壁桌这样子、嗯、然后因为我们的儿女又是男女朋友，所以我们又是亲家、哦、后来我们在一起开店，我们又做头家。那南星大哥是因为跟树成大哥他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一直都很想找他的梦中情人、嗯、而没有想到我们在很偶然的机会、嗯、我不敢叫我自己林青霞、嗯、偶然的机会我们相遇了，相遇了。哇，然后他本身他那个名字叫侯塞雷，所以你以为这个男人什么都会，什么都很厉害、嗯，可是其实会大，他只是大把好，什么叫什么叫？晒了那张嘴会讲而已，讲而已，修什么会不会很厉害？所以他，我觉得这部戏很过瘾，就是大家的名字都有特点，就好像赤城他哥叫甘蔗，叫甘蔗，甘蔗。那慧芳对，慧芳姐是叫黄梨，那我们就叫翁来。那所以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特别的特号这样子、yeah， 那我们在戏、哦、嗯这样子，所以在戏里容易记到、哦、对，比较容易记得我们个人的名字、嗯、那当然戏里我有我的儿子，就是罗密欧演的围墙，那他就比较正经派的、嗯、他就是很单纯的一个男生，然后我戏里有一个80多岁的妈妈、嗯、是锦华姐，很久没有看到锦华姐，对，她来，对，她来，对对，所以我很喜欢这部剧，是因为我们有三代同堂，然后可以看到、哎、朋友之间的关系，儿媳妇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妈妈跟我们家里的关系。那这部剧我觉得很难得可以拍到这么好的，我觉得啦，这么多年来，不是这么多年，就这么多年我拍的第一部的20集的方言剧，然后是我觉得卢西廖是一个有生命的角色，我很期待自己看自己在演一个电视方言剧，因为之前很多年前都是电影嘛，就我们的故事跟讲爸爸，这些都是很短的，没有真正一个20集一个钟的。那之后可能我们在9点钟播的时候，我们可能演员本身要回去配华语。那我也是在祈祷说，对，我祈祷说奇迹会出现，说可能他们又开放说，哎，不用配华语了，我们原汁原味播放，直接原生出去这样子。对，那我一定会很开心，哈利路亚。想说这部剧里面，我刚刚听到的一些名字啊，都是业界里面的高手啊，都是业界里面的高手，都是一些老戏骨哈，都是佼佼者呀， yeah， 高手对高手。所以演方言剧会不会有些时候顾得了要讲方言而忘了感情呢？还是不会，对你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其实都很到位，好像第一场开场戏，我跟丽珍姐拍的时候，她、嗯、是、你不要叫我姐，她是丽珍姐。姐嘞，叫我。对，那丽珍姐眼泪流下来。因为他叫我去他家修理他的风扇，结果呢，就是误会说我要吃他的豆腐，啊，我就被他占了便宜了，对不对？哦，这其实我被你是。在戏里有一段戏呢，就是我被骗了。啊！而且是被丽珍姐骗吗？我没有，我在戏里面骗了一份工作的，因为我要养孩子，还要养妈妈。那其中一份工作就是做媒人，我还帮他介绍女孩子。结果那场戏我觉得很好笑，为什么？你们去看那个戏，真的很好笑。所以你是南星大哥的初恋情人啊？可是我又是做媒婆的，因为我都说你还介绍他，都说是初恋了。
隔了二十多年，没想到他变化这么好。难道你们没有听过“旧爱还是最美”吗？所以，姐姐，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男星哥合作是什么时候吗？初恋。我们的《窈窕淑女》，我们的第一个戏。虽然我们没有，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三大，有文勇大哥，他还有另外一个男演员配当我们三个新秀嘛。贾树成、文友成啊，是跟男星他配搭我刘琦跟慧宇，可是我们哦，明哲他还有啊林明哲、男星跟文勇大哥，他们来配搭我们三个，对我们三个新秀。然后只是因为我那个戏跟他们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游戏。刚才南京大哥叫你姐嘛，现在你就讲说以前你是新秀，他是已经是哈在演了。就不用讲出来的，OK 没有，没有之后，因为他我们是看他的戏长大嘛，边缘少年。那个时候还是默默耕耘啊，因为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对是 SBC 真的是龙门客栈。啊，猛男帅哥真的是太多了，你要怎么挤进去？你要凭你的那个哇 ，you know， 慢慢的，一步一步一脚印的那种。哦， okay， 他们不是，他们一来就是姐阶级的那种。你们这些猛男都要来配合。配合啊！你们两个吵架吗？你们两个想吵架是吧？因为线路的关系。第二个是他演我哥哥，我不懂他记得吗？出人头地，我很喜欢那个戏。出人头地，对那首对。然后最后第三个是的街头，你要讲他的戏，我就那把那个把那歌带出来。同安阁的歌，哇，对，现在就听不到了。啊，对，第三个是同安阁的歌。第三个是你要听，第三个是他也是演我情人，我演他小三，一加一等于三，那个电视剧，你看他都忘记了，因为我跟他合作的戏不多，所以我会记得。那之后就停了，就没有，就好像没有再合作了。然后就到人心鉴定师，人心鉴定师就连续这个清家园家、卓土家，所以其实整三十多年，我也只跟他合作了五部戏哎，我想，讲这个也算是再续前缘，对不对？是家亲家哈。哇，姐姐，我跟你说，你已经很幸福了。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还是十多岁的时候呢，跟男星哥哦拍了一个周刊的封面，他是财神爷。然后就是那一次之后呢，我看他都忘了，你看他的眼睛。后来等了二十多年、三十年了，才拍一部那个《志在四方》。志在四方，对。但是我很佩服丽珍，有一段戏是相骂的啊，他相骂了戏，那段戏很长。那么他就是他早上一来的时候，他为什么你这么苦恼？他说不行，我今天的那场戏真的是。哇，很长，台词很长，我要一次过这样挪一过呢，就是没有不知道没有什么东西的，一口气这样带过的呢，你们就在那边听看可以吗？哇，结果他真的是一 roll gate 的时候，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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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他的门心刚一开的时候就不停的，到时候我们每个人在看到他到底 stop 了没有，但是一字不漏的。把他的那个剧情里面所要交代的那些全部都说出来了。哇，真的，女人的本领。哇，真的，我们转头一看，他的剪接的时候要怎么去剪呢？他的反应位，他的反应位是不是要隔空几个空头，这样把我们的反应全部，因为你不能够 stop 的啊，那段戏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合众的那些反应在哪里呢？我们要隔开一个空间哦哦哦，这样是。哎呦，真的真的不讲啊哈！希望你哪会看，千家万家做头家，这礼拜个啊，十一点半，那第一点半，十一点半，早起十一点半，那第八，你像第八波，第八波啊，第八波啊，播出那个第八波。播出，我也是不会讲，哎，广东话了，播出，其实姐姐你的广东话比较好，是吗？广东口水咁多，
好吧，玉珍姐，你不可以一直停在播嘞哈，你不可以停在播播这样来，你一直停在播。没事 ，OK OK 哈。哎，伟良，你的福建讲的很标准的，我的福建还行还行，标准的，还行还行。啊，小时候是阿嬷嘛，阿嬷哈，阿嬷应该是播出的。播出先古菜，必古摸，先甘食，必得过。起初摸，先着你这只老猪哥。哈哈哈！哈哈哈！哎，听好久了，讲这么久，终于有机会讲了。哇，南星哥一讲六千人呢，丢丢围巾，六千人了，现在好厉害哦。原来不用祝贺的，不用投的话不用祝贺，他在讲一连串好听的。我觉得南星哥是憋很久了，他就知道要接这个方言剧，他就跟我讲，哎，阿妈妈搞的打，你看我搞打几个吊酒会赛不？哦，可以可以，你可以用。结果我们在戏他没有用到，都没有机会用到，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因为他不敢骂自己老的歌。我们欢迎这部戏的监制。郑葛平，哎呀，大家好，大家好 ，Hello，Good morning，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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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ning，葛平哥，你是什么籍贯？葛平哥，哦，福建永春人，哦，福建，哇，你讲这福建话就是袂烧香的，嗯，无敢看，对。监制在这里，我们这个时候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务必要在这个时候播这首歌哈。嗯，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也就是《亲家怨家做头家》的主题曲，由信演唱的《Try Try Try》。一步一步慢慢会来，什么艰苦，什么无奈，走出头一步啊，共作变烦恼。Everybody come on， 一起来，哆哆巴哆哆哆站起来，什么年代，什么时代 ？Uncle Andy brother sister， we all together。Try try try， 别太细，别怕失败。Try try try， 别怕慢，生个老塞。爱坚持，爱孤单，人生就是 try and try。一定成功。我人的春天总会到来，开心的花朵都为你开，什么时间，什么所在。可以谈一下这一次呢，再度当监制的心情吗？尤其是再度当方言剧的监制，嗯，这部戏，这是第三部了哈，其实非常开心啊。我每次有机会接到这个方言剧呢，我非常非常的兴奋，而且其实很紧张，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这次是全新的，因为之前是《侯赛博一》跟二嘛，对啊，嗯，这次是全新的故事。就希望就是观众朋友们也会喜欢，也会支持，像支持《侯赛博一》跟《二》的收视很好。OK， 这次我希望会更好。然后我卡司方面呢，就是我就要争取很好很好的
很有实力派、很会演戏的演员啊，终于终于让我争取到了线上就经有看到都是厉害的，都是厉害的，对对对，都是有老朋友跟老婆，还有洪慧芳哦。哎呦哦哦，慧芳姐也出演这部剧啊，她演树城大哥老婆。哎呀，是是是，太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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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是年轻的群演员呢，也阵容也是蛮强大的，对，是罗密欧啦、楚寒啦、郭坤耀、曾小晴、张君玉，对，还有张锦华姐，她已经20年没有演戏了，锦华姐，对，有锦华姐参与，我相信大家会喜欢她这个阿嬷的，对，还有辉哥哎。还有辉哥哈，辉哥，感谢辉哥，都是我们喜欢看的，对对对对，还有诺亚嘞，还有诺亚啊，你的 brother， 对对对，诺亚，这么不红都请他，只有你敢讲，只有你敢讲，诺亚还是很有成就，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哎，我想问一下葛平哥哦，当监制是一件很忙的事情，你还有时间去健身吗？还有一块一块的吗？还一块一块的吗？大奖，为了红星大奖，什么？尽量争取，尽量争取时间啊！因为这个位置跟演员的工作是很不一样的。他从创作到筹备啦、拍摄，到后期制作，到宣传，他都要参与的。好像现在我已经在筹备另外两部戏了，所以时间是有点。不，现在我们还在做，在做一些某些集的后期呀。哦，但是健身方面你还是没有忽略，对不对？呀呀，不要不要，是尽量对，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看你哦，你穿着衣服我们不习惯，你没有穿衣服我们比较习惯，所以。我不晓得姐姐跟南星哥同意我的说法吗？所以如果我们人数现在是5000，大概5400多位，飙到6000，希望葛平哥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胸肌。他每天都会来报道，就是来抢买东西给我们吃，来鼓励我们，来什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对不对？很好，他们都会做的，穿的很谨慎。我说哇，你刚刚进来啊？是啊，哇，一诺，对呀，我们想看一下郑葛平不穿衣服的样子，那才是我们习惯的。葛平大哥，现在你有两个选择。啊，葛平大哥有两个选择了，一个是露上半身，另外一个是露下半身。你哎，你要说上半身下半身？哎，你不要这样哦。现在慧芳姐人在外国，她容易冲动哦。觉得哇，那种都很 perfect， 都很 perfect， 都很 balance 的那种。不是说突然就吐出来，哪里没有多余的？那男星呢？你们不想看男星？我跟你说，还是谁？不是我们不想看男星哥，我是觉得哈，我们难得可以叫一个监制脱嘛，对吗？对对对，难得可以叫监制脱衣服，所以这种感觉是很爽快的。还是收视率要飙到多少才脱 ？OK， 6000。他一走进一万，姐就老公哇，那种，你真的是很好笑没？男星哥真的是笑剧咖来的，他其实以前演到那个柔情似水 ，OK， 葛平哥，请你准备一下5900多位了，葛平哥，你真笑得那么开心，至少让我们看一下胸肌哈，我们会 screenshot 让慧芳姐看一下，是真妹，你说的对不对？我现在我正在想啊。我们现在这样子做，以后谁敢上我们972的来？没事，来。哇，我们不是要做什么？OK， 监制要脱了，要不然他是真的是来。葛平哥真的是有料的，真的是。不是你真的要给我看看一下，至少看一下胸肌，看一下胸肌，葛平哥。一点，我签了你。我签了你一定要的，葛平哥，没有办法的，这个。不要看我身材，我们还是要讲亲家冤家做头家。冤家呀，冤家。哎，我本来我今天想突击检查的，啊，突击，哇。其实是多余的，你看，最后被我们突击检查你哇！啊，
你看，哎、欸，人数要到6500了，你看。葛平大哥，你现在如果是脱上衣还来得及，如果7000，你就要脱下就是裤子了。下身不要乱讲，好大包衰。哇，葛平哥，你看，你说你要脱，你看那个人数，你自己看到的6700多位了，葛平哥。哎、大家都想知道说，到底葛平哥他 keep fit 哈、哦、，keep fit 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一定有的啦。我跟你说，葛平哥，你为什么要你脱？是因为要给我们这些上了50的年龄的朋友很多的鼓励。啊、让他们知道说我如果我郑可平做得到的话，我也可以 try 你也可以、哦、所以可平哥来给我们至少看一下，不用你站起来、okay. 你看一下、哦、你的肩膀你的肩膀肩膀有阿玛有阿米阿米肩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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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看一下你的 muscle， 站起来，muscle， 看站起来，看 muscle， 你真今天要你站起来耶，我们都没有看你腰，你看，你看我们的葛平大哥。在家里面都穿长袖，哎、欸，我的就是，对，我要去上班。啊，你要，哎，丽珍姐，不要，丽珍姐，好好好，姐姐你不需要，姐姐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你不需要哦，过20000了，为了要7000多。让我的肩膀，哎，7000多位了，来，葛平哥，至少给我们看一下你的 bicep 好吗？让大家看一下。bicep， 有 bicep， 真的很大一块嘞。双看男性，男性，哎，男性，我跟你说哦。哎、欸，男性你脱、啊，碧玉姐姐没有放过你，男性哥。对啊，他从头到尾只是要看男性的，男性的，男性的。我们一直在和平大哥，但是碧玉姐在那边一直在虎视眈眈，男性大哥脱。哎，开玩笑，看脸都已经足够了啦，看脸就足够了。对对对，我还好了，我还好了，我不断的不断的还有在 ，you know， 因为我的体重这方面我还是 balance 啊，保持在不要过80。OK OK OK， 有 keep 在一个地方，对对，有一个点，有一个点。嗯，我们的老的男性啊，他是冻龄啊，对，真的。嗯，丽珍越来越美，真的。对，丽珍真的越来越美。我跟他讲，你是要演那个林青霞嘞？对。当我看到造型之后，一看到他说哈。你就是林青霞了，哎呦，我身材挺不错。活谁料的梦中情人？哇，你看这么多人在讲，后塞雷，后塞雷。你看这么多人在说7600了，葛平哥还是不脱。但是我刚刚收到慧芳姐的 WhatsApp 啊，慧芳姐说你们原谅她，她忘记剃胸毛，因为不知道你们要她脱，所以她不好意思呀。所以我先明白了呀，因为胸毛没有剃。对，那个胸毛有慧芳姐可以看而已。I want to see that blossom。我你们就放过这个监制嘛。没有，会很不好意思。我跟你讲说，其实啊，我们现在这样子讲啊，我现在这样子讲啊，是要引起这个监制的注意。嗯，那既然这一步可以用挪威药，我下一步2步可能可以用我。我也是有时间，多忙啊！罗邦听很红啊，多忙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你的。下一次哈，我先摆 pose 给你先讲。我要听那个，我要借这个机会问一问监制说，你在剪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好像我们几个在表演的时候，会吗？其实我完全没有，都完全没有，一边看一边笑。尤其是你还没有看到他们的 NG shot， 是笑到我们了、啊，真的是，那个就是很卑微，而且给你惊喜，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 input，、啊、很不一样，很生活化，整个出来是很生活化，而且其实对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说我有这班很好的演员还有团队都很有富有正能量。其实整个剧变成整个剧出来啊，就是你看喜怒哀乐是非常有正能量和激励性的内容，就很、其实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的讯息，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帮助，包括我们制作团队就看到的讯息之后，哎，其实很多东西是来帮助我们的。那么在这部戏，我就是很大的难度，就是说我要讲鸟话，对，跟鸟讲话，哦，对啊，我还要跟鸟对话的那种，还要等鸟的表情的那种，因为好厉害，鹦鹉嘛，很厉害，很牙尖嘴利，
啊，动不动他的嘴巴就叫叫叫叫叫，要配他几句的这样。哦，他无时无刻都在摇镜了。整个新传媒只有两个人可以讲鸟话，一个是李南星，一个是李国煌。啊、都姓李哦，为什么姓李？都姓李。OK，、欸、真的，单单看这个阵容，我就很想看了。对啊，真的。现在我们要请呢，我们的监制哦。郑葛平有来郑监制，你 不是要你拖，不是放心，我只是要你告诉在听节目的朋友，这部戏呢什么时候首播？对，OK， 就是这个星期五，2月18号，上午11:30，八频道、全剧以方言播出，独一无二，一定要看。是，那么所有呢，7000多位朋友啊，跟你们说声对不起，因为葛平哥忘记踢胸毛啊、哦，所以他会留到4月份红星大奖上台领取他超级红星讲座的时候呢，再拖给你们。你们不介意可以先看我的啦，你们不介意先看我啦。哎、欸，到时候重庆也会录哦，你也是十啊，对对对对，十大的那个哈、啊、红星大奖。我录的地方不一样，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录上面，一个录下面。哎呦，OK， 再次谢谢郑葛平。陈丽珍还有李南星今天来到我们 Love 972，早上遇见蝗虫，谢谢你们啦，谢谢大家一定要听家园讲，谢谢。